我家新请了个保姆，烧菜还不错，到我家去吃饭吧。阴差阳错，他与儿子尴尬相见。哈，咋不是儿子和他闹钟吗？男女之间哪有那么纯洁的感情啊？自作聪明却引发乌龙。爸，把菜买回来了。互相理解，才有幸福和圆满。我只知道你有个好的工作，可我没想到你业余时间还这么拼。脾气不好，不要放在心上。小谢，我走了，我们一家人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敬请收看周末重剧场《老漂族》精编版下集。修修，哎，你这工具不行啊，我这儿有。哎，保安，小偷！小偷，站住！我是看到谢总一直在用一个很破的手机，我想让你把这个明天再去送给他。这香肠腊肉不熏怎么好吃啊？但是我们这个小区没有这个条件。没条件，创造条件呗，是不是？豆豆，动不动？豆豆的皮球！豆豆，小心呐！你往哪儿去了？你爸爸这么大个人了，他怎么什么事情都不清楚啊？你就收下我吧。那行，你就在我家试几天吧。我和志远很想请你吃饭。我家新请了个保姆，烧菜还不错，到我家去吃饭吧。三四，哎，老爷子，哎，哎呀，今天咱们家呀要来客人，小谢让我整几个菜，怎么我还有俩菜呢？你在这坐着啊，好，一会儿咱们就开饭。哎，好，这么多菜呀！爸，哟，回来了。吴叔叔，吴叔叔好。哎，这是我们孝敬您的，还有这个牛奶，每天喝一罐，强身健体，还补钙呢。哎，谢谢谢谢。哎呀，不用说，这又是你跟我找的俩保姆。不好意思啊。啊，没事没事，叔叔，气色好啊！我们是谢总的部下。什么部下呀？是我的两个同事，今天到咱们家来吃饭了。欢迎欢迎，来来来，坐吧。哟，今天的菜真丰富啊！哎，范叔，你们先吃着。范叔，你今天怎么了？口罩都戴上了。感冒，感冒。哎呦，你这范叔啊，是我们新请的一个保姆，烧菜特别好吃。啊，来，给你加点菜啊。这些只是扣肉。哦，这扣肉可好了。哎，扣肉，范叔叔的一个拿手菜。来来来，不客气啊。哎，范叔，你别闹了，赶快来。一块吃，来了。哎，我来帮你，我来帮你。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哎呦，哎呀，你这，怕啊？把汤弄洒了。我来收。没事没事，啊，坐吧坐吧。那先吃了。啊，当心点啊，范叔。哎，没事。收拾一下就好了。来来，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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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豆豆睡了？嗯，睡了。你说你这个爸，丢脸丢在哪里不好，非要丢在谢总家里去？开门。爸，弟，你这搞什么呢？啊，你为什么到谢总家去当保姆啊？不是，你们不用担心，我其实吧，我就是想逗逗，我也想留在这个城市，
正好谢总在招住家保姆，我就应聘了。我也没不知道他是你领导啊。亏你想得出来呀！厨师当得好好的，做什么保姆啊？那你们要不愿意的话，我辞职就是了。啊不，爸，不着急，来，先坐，挪个座儿啊。爸，休息一下。你愣着干什么呀？给爸倒杯水呀。哦。脑子一天在想些什么？爸，你说那个谢总，他知不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啊？不知道，没事，我大不了我今晚就辞职，我就回家。不，不不不，爸，你不能辞职，而且你还要在谢总家继续当保姆。啊？啊什么啊？给爸喝水。爸，小心烫啊。你给我坐下。你想想啊，这个谢总，他是油盐不进啊。送礼他不收，请客他也不来，我和志远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好了，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呀。爸，你在谢总家当保姆，等于是打入了敌人的内部，帮我们当间谍，探听谢总的情况啊。哎，不行不行，你这让我当套情报，我不干。哎呀爸，这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就是让你打听一下，看看谢总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呀，然后我跟志远再投其所好。可虽然不违法，也不道德呀。爸，这可是关系到你儿子升职的大事儿，总不要因为你一个小小的不配合，就全部泡汤了吧？然后你儿子以后就只能在公司的最底层做一个小小的职员啊。哎呀，爸，你儿子优秀了，你孙子就是直接的受益人呐！啊，难道你不想豆豆马上住上学区房，有良好的教育，我们一家人都开开心心、其乐融融的吗？儿子。出来玩，空气好，挺开心的吧？哎，可以。哎，对，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小谢啊，给我拿个手机，我还一直没舍得用呢。他的意思啊，让我每天给您照点开心的照片发给他，他心里就放心了。你看你这儿媳妇多孝顺呐！我的儿媳妇啊，真够孝顺的。前不久我过生日，他还专门给我办了寿宴。办的可热闹了，是吗？哎，你看丙七公就是强啊。是。哎，那小谢啥时候过生日？咱也给他办个热闹的场面。他的生日1月1号，哦，元旦节。好日子。好什么呀？3年前，我儿子就是为了给他过生日，提前预定他爱吃的生日蛋糕。出了车祸，老爷子，别难过啊！我不该提这伤心的事儿，咱们今天开心点啊！来照个照片，嗯，来大哥笑笑，开心点，嘴角往上翘，哎，看这笑开点，笑开点啊！三，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老票主。耶！你看我猜中了。可找到你了！哎，范老弟啊，他们这几位是啊？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我儿子在这工作，我到这儿来帮他带孩子。我姓张，叫张康乐。我是东北那嘎达的，也是来带外孙的。您呢，就叫我亚梅吧。老爷子，你请玩去。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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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好倒是好哦，我们那群上了年纪人还漂流在外乡，成了老漂子，我心里苦啊。哎呀，你看我这个相机里面记录的全是美好的风光，幸福的笑容，调整好心态就觉得不苦了。啊，你说得对，我们虽然是老漂族，哎，但是哪里有我们的儿子，哪里有我们的孙子，哪里都是我们的家噻。说得好啊，我们都是当父母的为了自己的孩子操碎了心呐，我们的孩子又为了他们的孩子操碎了心，一代一代就这么过来了，所以叫生生不息啊。是啊，能认识大家伙儿这是我的缘分。万老弟啊，哎，等会儿邀请大家伙儿都到我家去吃饭。好，行，我今天呢给你们露几手，让你们吃几个好菜。好呀，走走走走走。我们当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大哥，你弄啥呢？大哥，医生，我爸爸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儿。你爸就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休息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但是你爸的心脏不好，你要多注意观察。哦，谢谢医生。好。爸，爸，爸，小美，嗯，我刚才看见我儿子小刚了。他就站在我面前。爸，您这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啊。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爸爸不能喝酒吗？他们是谁？你把那么一群不相干的人带到我家里边来，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不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吗？对不起，谢总，是我失职了。爸，你听我说，我给你找了一家很好的养老院，那家养老院特别好。你不是喜欢下象棋吗？那里每天都有人陪你下棋。哦，我上次我还特意去看了那家养老院，拍了些照片。哎，你看，在这里。不。哎，我不去养老院，我要回家。养老院有很好的护工，他们可以照顾你。我每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那么照顾你啊？我要回家，我不去养老院，我要范老弟照顾我。大哥，小谢说的对，养老院确实很专业。你看我这手吧，再加上也有点毛病，去养老院吧。就是。你听话，养老院里边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可是我说过了，我要回家。哎，爸！小姐，对不起，我们这群老票子向你道歉了。对不起。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今天这个事啊，也不能怪老范，他也是为了让吴老哥高兴开心。就是啊，哎，我们都是好心啊。都是死的。我不去养老院，我就要范老弟照顾我，我就要跟他们在一起玩，跟他们在一起我开心，跟他们在一起玩我才能活得更久一点儿。范老弟，送我回家吧。啊，thank you.
给爸爸打招呼。爸爸，爸爸，你今天怎么没有放假呀？乖儿子，爸爸今天在加班呢，让妈妈在家陪你玩啊。老公，你安心加班吧，我在家里陪豆豆。哦，对了，你去看看谢总，他今天肯定也在加班，你一定要第一个给他送上生日祝福，这样的话你明年升职加薪的事情就心想事成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哦，对了，我给你的红酒你也给他带去，听到没有啊？我先忙了，挂了。秦总，谢明，我问你，万良县的住建项目为什么由汇仁公司接手了？不可能啊，高经理离职之前我们是说好了的，这个项目是由我来负责的，元旦之后我们就会签合同。可是高经理已经把这个项目带到了汇仁公司，现在万良县终止了和我们公司的合作，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现在高经理已经离职，我们没办法追究他的责任，我们只好问责你。如果这个项目落空的话，我看你的位置也保不住了。喂，高永福，万良县那个，喂，喂，你以为你跑得掉？高经理，你太过分了吧！你当我片区经理的时候，奖金分红我少过你吗？你要辞职，要另谋高就好，我带着全公司的人来欢送你，你呢？背后捅我一刀，你太卑鄙了吧！说得太严重了，谢总。商场如战场，私下里我会补偿你的，但是这个项目我绝不会让步的。这里来的，我今天看见你和金总在办公室里吵架，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关机了，我就自己估摸着这个路线找过来，没想到你居然在车外面蹲着，你知道吗？你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的，天无绝人之路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没想到和您一起跨了年。谢总，祝您新年快乐，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找到那位为你解开冰冻的心，为你伤心流泪的那个人。来，许个愿。喂，罗老师吗？哎，您好，我是你的学生范志远呢。啊，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公司呢有个项目，想找您合作一下，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是吗？那行行行，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找您。哎，好嘞，一会儿见。啊，金总，谢敏啊，没想到你能将功补过。虽然我们公司啊损失了万良县的住建项目，但是你为公司拉回了交通项目，真是恭喜你啊。哦，对了，后天记得到北京总部来述职啊。啊，期待我们的见面。谁给我将功补过的？范志远。范志远？谢总，哎，您说，是不是你帮我找了新项目回来？啊，那负责人是我以前的老师，他本来呢就想跟我合作，这次啊，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谢谢谢谢，真的是太好了。哦，对了，后天的时候在北京总部有一个年终的总结会，我想带你一起去。啊，你这样啊。把你的身份证交给前台，让他帮你订好机票和酒店。哦，对了对了，一定要写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汇报材料，写得好一点啊。哎，谢总，您放心，我一定办好。你这次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片区经理的候选人，我一定会选你。什么？片区总经理的人选，您推荐我？哎，行行行，谢总您放心啊。哎，好嘞。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片区经理他推荐的是你。还有，他说，跟他一块儿去北京参加总公司的年终总结会。哎呀，行了行了，这么高兴干什么呀？像中了彩票一样。那可不是嘛。你当了片区经理之后，这个工资啊就是年薪制的，比以前翻了好几番呢。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要好好感谢一下老天爷。那我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呀？我现在就好好感谢一下你。爸爸妈妈，你们谁给我做早饭？谁送我上学啊？妈妈，爸爸，啊！哎，志远，要不然到我家吃个电饭吧，正好我们讨论一下计划。也行。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好多的领导都在说你，说你这个计划做得特别好。哎，老樊，老樊，你看，爸不是有儿子和他老总吗？是啊。哎呀，老范。我看你儿子跟那个女老总关系可不一般，你要多留点神。不可能，他们是同事关系。哎呀，那男女之间哪有那么纯洁的感情啊？你要小心啊，小事插足。对，多长个心眼。哎呀，你莫嚼舌根了，今天我专门叫老范去唱卡拉 OK 的呀。对对对对，我们去唱卡拉 OK。唱卡拉 OK。
今天没空，今天没空，你们先去啊，咱们改天再聊啊。老范，哎呀，你多么难受！你看你那天在北京的时候，真的是太傻了。不过我觉得这种照片还可以，你看看。哎呀，谢总，你怎么偷拍我呀？我哪儿偷拍你了？我跟你说了的。我觉得这张，爸，把菜买回来了。范叔叔，哎，帮我给客人倒杯茶吧。不用，范老爷子，我要喝，我自己会倒。哎呀，在我们家您就坐着，有什么事儿啊，让范叔叔做。叔叔，倒杯茶。对，我是佣人，你是尊贵的客人，得我给你倒茶。谢谢范叔叔。等着。你别介意啊。我觉得北京啊，就是这些地方比较好。嗯。哎，这个。你把我照成什么样了都？你看你。这个还好，这个。你看你是你把你自己照得很自然。哪有我？哎，抬一下脚，哎，左脚，右脚，哎，两个一起拿起来。哎呀，范叔，你这干嘛呀？不有客人在吗？你干嘛拖地啊？刚才不是洒点茶水吗？你看他这鞋，这么多泥，多脏啊！全成泥水了。来，哎，好了，别擦了。这样，你到我房间里边来。房？干嘛呀？快点啊！去呀。无法无天了，现在居然跑到房间去了！你看看这，哎呦，这老脸真是丢尽了。志远，快来呀！哎，哎呀，您这风景可真美呀！我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这一辈子也就知足了。这房子是很好，可是每天都是一个人，又有什么意思呢？志远，谢谢你，这一年多以来，都是你默默的在支持我。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呀。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你，你点的扣肉做好了。我不吃了，吃了走吧，软硬合适。我不吃，我走了，吃了走吧。他这。吃了饭再走呗。不吃了，我孩子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他。哎，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谢总，再见。你还拿个刀干嘛？啊，你看我这不小心呢，把手切了一下。饭菜马上就好，老爷子正在休息呢，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好，谢谢你们啊。喂，王老师，哎，你放心吧，你的货我今天一定可以按时送到的。嘿，对，我亲自送过来，你放心吧啊。好，拜。啊，谢总啊，哎，我出来买点菜，给老爷子包点饺子，马上就回来。张小姐，好。你在忙吗？哎，不是的，是因为。快递公司他们都不接单子了。哎，对，哎，你的货，我现在亲自给你送过来。哎，
哎，你的地址是在哪儿来着？你再发给我一次。不是不是，我的手机信息太多了，那天给不小心就给删掉了，对不起啊。哎，别别别，你别退货呀！我真的我已经在路上了。张小姐，你别退货呀！我真的马上。喂，退就退嘛。思文呐，爸爸都看在眼里了。我只知道你有个好的工作，可我没想到你业余时间还这么拼。你这是为了啥呢？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我跟志远睁开眼睛就欠银行好多钱，车贷2000多，房贷3000多。豆豆的学习费用又是2000多，这还没有算我和志远的生活费。我们一个月加起来不吃不喝也都10000块钱了，我和志远工资加起来也才10000多。我要是再不努力一点，什么时候能给豆豆买学区房啊？志远呐，能找到你这样的好媳妇儿，那是他的福分。还有你这么拼，为这个家挣这么多钱，我还给你们闯下这么多事儿。爸，你别这样说，我也是想让我们的生活过好一点，平时事情太多了，我脾气不好，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知道。哦，对了，你这东西今天要送哪儿啊？我帮你送。谢谢爸。没事儿。我来，我来。哎，我拿，走走走走。舒服吗，爸？哎，真舒服。小敏啊，啊，如果遇到喜欢你的男人，你还是就嫁了吧，别让我总拖累你。爸，你呀，不要让我操心就好了，你把身体养养好，不要操心这些事儿啊。哎，今天来咱们家那小伙子，他对你好不好？他对我挺好的，挺关心人，挺懂人的。大哥，我来给你擦个手。小敏呐，啊，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次来咱们家的时候，是和他老婆一起来的。你说他都结过婚了，还对你这么献殷勤，你觉得靠谱吗？我觉得志远挺好的，这个人又诚实又不做作，对人呢又细心又体贴。哎，范叔，你也就见过他两次，怎么对他那么有偏见呀？我觉得他不讨人喜欢，不喜庆。大哥，我倒水，一会儿我跟你进去休息。哎哎哎！老太婆，哎呀，现在我跟你说呀，年轻人挣钱真不容易。哦，价格方面可以再谈的吗？你们的实力这么大，啊，好好好好。这女儿女婿呀，工作也累，到现在还在工作呢。是啊，你不知道，我原来以为儿媳妇挣点外快是不务正业，可我今天才真正看到她挣点钱，太辛苦了。我说，咱们现在趁着还有点时间，能帮他们就帮一把吧。行，我要去给孩子洗澡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张总，哎，我挂了啊。我相信啊，走，咱们去洗澡了。
谢谢。志远。哎，谢总。任命你为新片区经理的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嗯，开会讨论呢，也就是走个流程。以后你要更加努力哦。你看这几天忙起来呀，连衣服都没有好好穿，像个小孩一样。谢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看今天天气那么好，我已经很久都没享受过那么好的阳光了。嗯，不如咱们找个地方。这样疼不疼？不疼。这里呢？也不疼。这儿呢？哎，这儿有点疼。医生，我范老弟他怎么样了？啊，没事，不要紧的，只是腿部受了轻伤，先输三天液，留院观察。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出院了。哦。好，放好啊。要平躺，等会儿再给你输点。好，谢谢啊。爷爷。哎呦，豆豆来了。我想你呀。哎呀，我也想你呀。你伤到哪了？爷爷，你看，伤到腿了。范志远，这是你爸。他是我爷爷。谢总，这是个误会。够了。为了拍马屁升职，连爸都不认了。谢总，范老弟，解释。你动，谢总，动。干嘛呀你？范老弟，我们来看你了。请问是范金的家属吗？医生，请问这床的病人去哪儿了？病人一大早就走了，他留下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们。哦，谢谢啊。我知道我们一家人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我到你家当保姆，其实志远和思文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可能是缘分吧，阴差阳错的就把我们两家人连在了一起。而我和老吴在一起也真的挺开心的，虽然我和你们相处不长，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能遇到你们呐，是我的福分。志远和思文也不是坏人，他们在城里打拼不容易，我是亲眼看到他们的辛苦，才理解了他们。一切啊，都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我也是当父亲的，我也很想帮孩子，可惜帮砸了，
所以希望你也能理解他们，不要怪他们。我希望你和老吴啊，身体都健健康康了，日子也红红火火的，来年你肯定能找到你的幸福。办喜事的时候别忘了通知范叔叔，我能帮助您的保姆老范。小敏，范老弟是个好人，这大过年的他一个人，我想去陪陪他。你的孩子呢？我爷爷。豆豆，豆豆来了！哎呀，你豆豆来了！豆豆，豆豆来了！爷爷，爸，爸，回来了。我跟思文想好了，今年呢，一定陪您过个年。爸，豆豆啊，一直念叨你做的年夜饭。我也想吃你做的腊肉，今天我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多吃点，我跟你说呀，今年的腊肉啊，做的一点都不油腻。还有，你妈呀，每年过年不吃到这口啊，那一年都想得慌啊。谁在说我呀，妈？哎呦，老太婆！你这给我一个突然袭击啊！哎，你忘了我们有个十二点的约定，现在呀，快到十二点了。你还记得这个？爸，我们回来了。哎呦，女儿，哎呦，快回来了，快快快快快！哎呀，拜年呐，拜年呐！老豆，我好中意你啦！你不用中意我，最后你别跟我女儿吵架，你中意她就对了。我也好中意她的啦，妈。范老弟啊，范叔叔。哎呦，吴大哥也来了。这么热闹的团年，怎么少得了我老吴头？就是就是，快走快走快走。范叔叔啊，我爸说了，一天不吃你烧的菜呀，这浑身都不舒服，所以我们也来沾沾喜气儿。是，小谢啊，原来的事情你看，过去的事情啊就过去了，我们也不要再提了。哦，志远，告诉你个好消息，片区经理的人选已经定了，就是你。这个可不是你拍马屁得来的，是靠你的能力，所以以后你要更加油哦。谢总，您放心吧，我一定啊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像老范一样的老漂族，他们为了儿女的发展，为了照顾孙儿，离开了熟悉的家乡，与老伴分离。本以为和子女在一起，他们也许会得到更多的陪伴以及帮助子女带孩子的充实，但是他们经常面对的是两代人因生活习惯与观念上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与摩擦，就如同老范与儿媳思文刚开始相处时所产生的种种不愉快。可以说，以老范为代表的老漂族们，他们进入了一个没有熟人的陌生城市，一辈子积累的经验在新的环境以及与子女的相处中无法得到肯定，由此带来的压力和挫败感更加深了老漂们精神上的焦虑和孤独，而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子女充分的理解和体谅。难能可贵的是，老范和老伙伴们，他们能够互相倾诉，互相理解，在难以适应的环境中苦中作乐，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他们老一辈为了晚辈放弃了安定清闲的老年生活，他们的付出与牺牲值得晚辈的尊重与感恩，而作为子女更是特别需要对老人给予理解与包容，让父母在累的充实中依然能够感受快乐，即使飘也不孤独。